茶糕，它最主要的材料是绿豆仁。绿豆仁跟那个绿豆粉是不一样，绿豆粉外面那个糕那个粉哦是要弄油，这个都没有，这里面只有放绿茶粉，还有陈皮。等一下中间还会包馅，好、哦，还有它、啊，首先我们这个模型哦，先拿下来，还有这个绿茶粉，还有陈皮，还有这个馅。哦，都要拿，啊，这个把它倒进去。如果你们两个要合在一起也没关系，哦，合在一起。然后呢，这样把它倒出来哈、哦，动作要快一点，不然会跑到外面去。那、啊、今天的材料做起来是刚好是十颗，等一下你们压的时候要压大约两公分，不要太厚哦。啊，那个馅呢，也是要把它。分十等份。